Twins 一连五场的演唱会这晚圆满落幕，有星级嘉宾当作上课。当然也有嘉宾上台合唱啦。除了有农夫于冰，周一也有上台助兴。更在网上全程直播， Joy 会不会太嗨啊？祖儿他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有喝了酒，我知道他肯定没有喝很多，但肯定有喝。他就是不能喝，但是他整场都好嗨耶，他从头站到尾。以为来到第五场歌唱就会很顺畅吧，怎料歌唱开始不久，舞蹈员失手，差点害阿娇头撞地上啊。其实我还好了，我觉得气氛最重要。对，那个也没有受伤，我觉得。对，我觉得最幸运就是没有受伤，因为那个是第一，刚刚演唱会的开始，所以无惊无险。对对对，那个就是还好我的脸没事。对。他说原来为什么就那个动作会有点失误，是因为他的帽子顶到他的 dancer 的裤浪。对，还好是帽子顶到，不是我的脸。对，那就尴尬了。对，还有阿萨的二次创作也成为这次歌唱的经典啊。另外，歌唱途中竟有位神秘男子向阿萨送上一大束玫瑰花啊！粉丝，反正我现在还是单身，对，很享受现在的有人送花，对不对？